小姐，你让我行了，咱紧回去啊，好不？我没去，我没去。小姐，我给你报道，我要进门啊。小姐，我老小姐别个也起来，你也当早上刚给你叫了，给你叫好了。我不要去。小姐，我看你骑过呀，跟咱走路无方便呢，你到底想要去倒位啊？我的家从小还都无人，连走路都行不好，妈妈去过什么所在？但不过我听人讲，你爱情就是会拿石块，一家天亮做伙，还要往这块是咸咸的注意。但不过是安那海，一家人。我就是安怎行拢行袂到，这查某囡仔有够可怜的。哎呦，小姐，啊，像你安尼行，行到阿妈行袂到。啊，恁山老姐唔是我害，啊，我哪带你去啊？刚才是。我当然啦，迄有啥物问题？你啥物话怕水啊？来海边啊，就是爱耍水啊！啊那无嘞，行啦，咱来耍啦！今仔真好耍了呢，我嘛想要跟恁做伙耍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唔通啦！阿弟啊，你莫烦恼，我没有代志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。你别生气，啊，干瘪啦！小姐，原来外口的世界是这尼啊好耍。这个人的心肝真正足好，伊阁愿意甲我斗相共。也毋过，这可能是咱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以后我嘛无可能会当阁到这么远的所在来。妹子，啊！是啊，是嘞。小弟妹，来。站好位，你走一步试看看。我在的，你免惊。啊，过来，静儿，过来。哎，免惊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做会到。我。你都要做到真好，咱个试试好无？安怎？你吃醋啊？吼！阿妈，你看唔到去啊？我哪有可能为着这个臭鸡仔，你吃醋啊？你一定做会到的。小心！拍谁啊？真难路学学不清啦、啊，我来的吼。多谢你，小姐，咱差不多爱回来去啊。